谢谢咱们俄罗斯的小朋友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是装修表演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节目啊，名字叫法语歌，是由咱们俄罗斯的朋友们演唱的。我刚才问了一下啊，这个是不是这歌曲的名字叫法语歌，还是他唱的是法语歌，具体的就不太知道了。这样好不好，请大家伙具体的欣赏，欣赏完了之后你再告诉我。每当我们提到海南岛的时候，人不禁会想起那阳光、沙滩、夜风、海韵。所以我想明天上午我们去感受大海的时候啊，那肯定是别有一番浪漫在心头。所以在下面的时间里，我们为您安排了一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出海。Любовь милосердова, коллекции Voyage. Pretty woman,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 Pretty woman, the kind I like to meet. Pretty woman, I don't believe you. Know the truth. No one could look as good as you. Mercy. 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看明白了没有？没明白？告诉我说明白了没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要我说，我想你们比我聪明多了，是不是？明天咱们在出海的时候，刚才这个节目已经告诉我，当然能够带上美女女朋友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，是不是？那是绝对是浪漫之旅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那么在下面的时间里，我将有请刚才我那位美丽、漂亮、睿智的俄罗斯美女，我那个搭档，给大家伙带来一个精彩的节目。她在俄罗斯可是一位明星啊，可是不得了的。接下来他将要为大家伙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神秘的故事》。I'm not afraid to
这样好不好？接下来啊，我刚才也是即兴的，听他刚才唱的那么好，而且听说他是俄罗斯的明星，所以我建议我们用热烈掌声，我跟他合作一首俄罗斯的叫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可以吗？武侠电影里边经常用的一种手段，从空中飞人，是不是啊？很棒，很好看。那么刚才说给我们表现的是一种海洋世界，那么我们想啊，这种海洋中的这种浪漫，这种晶莹，给予我们是一种无限的遐想。那么在下面的时间里，我们想有请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模特表演，那也就是说，把水裁成衣服穿在身上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浪漫不浪漫？浪漫。Thank you.
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емии «Виктория» в области дизайна. Татьяна Федорова, «Бухта радости». Виталий Татаринов. Чаны, друзья мои, 刚才看得很过瘾啊, 一波俄罗斯美女。 那么在下面的节目里边，大家伙肯定会同样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我听说啊，下面这个节目非常有特点，特点在哪儿呢？那就是听说这个演员的个头是全世界唱歌的里边个头最高的。那么我想在中国的歌手里边，可能是不是最高的呢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掌声有请，在 吉尼斯世界大全里边记载个头最高的歌手为我们演唱这首《足球之歌》。 All right.